现在邓昌呢就要示范一个就是泡咖啡的一个动作、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摄影机呢先加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啊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继续的把这个水。谁要看你泡咖啡啊？来人啊，快把他赶下去！现在呢，就是来到这个印度餐厅。传统的印度菜，有一个非常热情的店员跟我们介绍，这样他刚刚看到我手上的这只金夏克表，他就跟我介绍，他也非常的喜欢，他自己手上也带了一只。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热情，就竟然让你觉得好像我们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 ，very nice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好好来享受我们的晚餐吧。吃完了印度餐厅，它分量超多，因为都是卷饼，然后米饭类。印度料理它的香料味道很重。对啊，味道很重。然后我不习惯，虽然我已经蛮重口味的。是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可是这个味道很多啦，超多。现在就是要去他们今天晚上呢会有一个就是印度风的 party， 现在就是在着装准备就要去参加这个 party。 那他有发了一个印度传统的裙子，反正到那边看大家怎么用我们就怎么用了。 Let's go。到泳池派对开始，现在已经抵达就是这个现场，外面的风浪还是非常大、哦。其实现在台湾时间已经晚上9点，所以我现在是有点累，想睡觉。派对即将开始啊！
个 party， 他那个调酒师在那边甩那个甩酒瓶，然后又喷火的，超屌，对，整个就超嗨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前往那个吃饭。现在呢，就要前往海底餐厅吃午餐，耶！今天应该是就是待在这里的倒数第二天，明天就最后一天，十一点要退房，我们就要等到船来载我们走了，出发 ！Let's go！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海底餐厅。先在这里休息，现在要下去了。哦，哇，在下面，好多鱼哦，超多鱼的。等下到六地下六了，刚我看到那上面还蛮多鱼的，在游的。它是怎么让那些鱼出来的？它是有撒那个吃的。受大家控制。其实有在下大雨，但是现在好像是有好一点。然后我们的船在这里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。他好像派两艘船，这里有一艘，这里有一艘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出发吧。
哇，它那个云是一整圈的，一个圈圈有没有？一个圈圈中间再下来，有没有快要下过来了？看我们的牛排，哇，对，再看看我们的猪排，哇，好好吃哦！我觉得中午餐厅的晚餐不差于北京跟印度餐，真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碗喽，明天就搭飞机回去了。台湾见喽，好了，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在马尔蒂夫的最后一天喽。没错。那我觉得这边呢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饭店，而且他们的服务生呢，态度都非常亲切哦，让我们觉得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而且这边的餐点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哦。还有活动也安排得很好哦。对，然后风景也非常漂亮。就说他们很注意安全问题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次马尔蒂夫蜜月行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你可以帮我点个喜欢并且分享。那如果你想要持续追踪我更新的内容呢，你可以订阅我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